仅重59公斤，世界上最轻的原声钢琴。热爱钢琴的你，是否曾因长期在外地生活而许久无法弹奏原声钢琴？ Hebert 是目前世界上最轻的原声钢琴，它的设计让你可以轻松的一人搬运，甚至可以拆分成两部分，便于携带。无论是在公园、宿舍还是朋友家，你都能轻松的将它带到任何地方，随时随地享受音乐的乐趣。担心原声钢琴的声音不够大， Hebert 内置高保真内建扬声器，不仅放大了钢琴的声音，更确保每个音符都能真实呈现。此外，它还能轻松连接其他设备，为你拓展更多的演奏可能。 Hebert 不仅轻便，更是科技与传统工艺的完美结合，让音乐无处不在。这样轻巧方便的原声钢琴，你会不会也想拥有一台呢？